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做一个梅干炒饼，摆开让大家看一下，少的很，香的很。这是一斤面粉，里面放一勺盐，这是300毫升水，开始和面。如果你家冷的话，你可以用温水和。搅的没有干面粉了，开始揉面。面醒30分钟，中间多揉几次。这是些梅干菜，用开水烫一下，泡20分钟。这是些肉，切成肉末，加点酱油、蚝油，放一点盐，搅拌均匀。泡好的梅干菜洗一遍，切碎。裹着豆油，有时候拿蒜末放进去，把梅干菜放进去，加点白糖。水分炒完都关火晾凉，菜晾凉后把肉倒到上面，葱花，一勺胡椒粉，盐，搅拌均匀。直接搓成长条，切成相等的份儿。盖上。大拇指呀，菜往下按，用火口收块儿。用手按一下，然后盖开，盖薄一点，盖进去这菜透吃了。锅里刷油，我都到嘴上咕咕叫了。3分钟，我的裤子都好不好？3分钟，奶奶把这，奶奶再放两次，再放两次。2分钟翻一次，翻两次就好了。烫，带这吃，我这个吃。多大的给你吧？行。多大的？行，奶奶偏少。啊，你也不嫌少。奶奶手皮厚。我继续。